平安是咱的新婚之夜，迄眠床袂当空的啦。啊，我都想讲，咱应该困做伙，较袂怕出事啊。我的困眠无好，惊影响到你，你家己困。OK， 我这朋友做到有垃圾。你哪安尼讲啦？文心，张良平选用我的名义约你出去，这个代志你哪会拢无甲我讲？你哪会知影？我无主动提起，你是不是怕什么温毛啦？还是肖正英甲我讲？我才知影你怎，一个人去平度危险。我假设你平安无代志，啊无我一定做主席。你主席要创啥？当然也无关系啊。我讲过，我会保护你，我得讲甲到，做甲到。张到底喜欢是什么代志啊？杨品轩，你家己讲啥？因为着要甲你做伙，伊甚至搁做一张假身份证。有身份证的佩偶兰，名是伫张仁兴，伊随时都把迄张身份证扎伫身躯边，安尼就会当催眠家己讲，伊也是伫张仁兴的红婿，恁两个人也是足甜蜜。你讲有韩国无？你哪会拢唔讲话？梁品轩，伊到底甲你讲啥？伊哪有讲啥啦？就单纯因为意外发生迄天，伊对小姐迄个时阵，甲你谈的怪旧啊，反应感觉足贴心的，所以伊才会想要来找我的麻烦嘛。小姐，伊家己要救你，嘛唔是你会当做决定的。伊想要找人出轨，应该去找小姐伊才对啊，是安怎要牵拖着你？做煞去啊！其实嘛无对我安怎啦。以后你若是拄到危险，你要马上拍开这 APP， 这 APP 就会发送警告简讯，还有你的定位号码，我就会马上去救你。公司是安怎？拢要你看新闻先，拢唔知影你今麦是牡丹堂的代言人，就算讲你身受情水，想要靠你做宣传，嘛袂当安尼大珠大意用你的相片，安尼是侵犯肖像权呢。我要来找林立伦，叫伊给咱一个交代。爹妈，我无希望任何跟肖正英有关系，然后佫有代志影响到你的心情，阻挡你向前行。歹势，我对你讲袂差啦。什么意思？咋？梁品轩嘛，我叫肖正燕来。我就知呀，这个梁品轩，家己爱唔着，人要到规身躯拢是伤。伊就是希望全世界人甲伊同我比惨。伊昨约出去，就是想要伫你面头前。把肖正燕的心意都压出来，让你知道他的心肝内还有你。不过他是不可能的替娘的，他要霸占肖太太的位置，就是为了要把你两个人卡掉，对吧？原本我当作我已经放下，我又受到任何人的影响了。
啊，不过听到梁炳轩讲出事实以后，我整个人拢唔对啊！我明明和萧正燕上到这么亲，甚至搁失去阮的囡仔，我应该迄种挽回伊，无我都原谅伊才对啊！是安怎？所以，你对伊放心吗？我唔知啦，我真正唔知我家己在想啥。多谢你愿意，甲你心内话甲我讲。咱敢唔是朋友？是，当然是。我是不是就无路用了？刚才听到梁炳轩讲几句话，我就开始三心两意，真正就欺我家己的，我一点仔原则拢无。我是做朋友的，会当给你的建议就是，去摸清楚。你心肝内有矛盾，难道要代表你对伊还有感情？既然你无想要继续安尼三心两意，搁愿意给伊一次机会，那你就要摸清楚，每一个愿意跟你做伙弥补正前错误。